恭喜陈春国先生，你们中国再生医学集团获得香港最有价值企业奖。我想问一下，你扩展有什么心情呢？ 我首先非常高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是对我们的再生医学历任多年来从事研发、从事投资、从事管理的人员的一个认可。那这个奖项呢，我们觉得很沉重，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支持，是一个荣誉的开始，也是未来我们更重要的，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好的一个起端。 嗯，谢谢。据我所知，中国再生医学集团投放了不少资源在研究跟开发更多尖端创新的医学技术，那可以跟我们重点分享一下，你们最近的科技突破吗？是的，我们在2005年到现在为止十几年的时间。 公司投入了巨多的力量和这个投入了很多些科技的一些人员，我们跟牛津大学、香港大学，还有中国的很多的科研院士和大学一起合作，开发了目前全球最新的最好的一些产品，我们有5项，其中有2项是全球第一名的，有3个是全中国第一的，所以我们都是走在这个再生医学的这个开发领域的最前沿。 最前端，现在我们更能够开发很多的一些新的产品问世。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向社会去公布一些更新的产品，能够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再生医学领域的需要的这些消费者。那么这是我们的荣幸，所以我们还能够以今天获奖为契机，那为未来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为大众献上健康、精致的。 一些好的产品。那作为医学科技业的先驱，你对这个行业有什么愿景呢？我觉得再生医学这个领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也是未来人力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领域，它能够有替代性。未来的医学的发展必然往再生医学、精准医学上发展，所以我们寄希望于。 在这个领域中，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中国的内地，我们形成一个互动的效应。我们能够立足香港的好环境，多多的开发一些新的再生的产品。那么精准医学在未来的全球都有巨大的市场。我们希望能够以我们科技的力量、科技的投入和更多的一些奉献，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全球人力来贡献我们的一些新的更好的一些产品。那么最后，你有什么说话？ 要对你的投资者说吗？是的，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投资者，无论是科学家，无论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多年来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再生医学的支持。我相信呢，这种支持、这种努力不会白费的。为未来的更长的一些时间呢，我们会能够和大家一道创造更多奇迹的一些产品，更服务于我们的大众和社会。谢谢大家。